好了，现在赶紧给大家打包发货了。我本来是昨天晚上给大家发货的，昨天我们又被小商耽误了一下。嗯。今天早上的发货。谢谢。刚才又接了个单。这个朋友是之前买过一次，现在是回购。他介绍给单位同事吃，然后大家都要买。现在他把钱发过来，就我们今天晚上要给他发货，他们都等着吃。说我们赣南蹄筋太好吃了，叫我收款的。真的太暖心了，现在把他的钱收了。然后现在又打给湖南的，不怎么不打给福建的？等一下也打一个。哎，气温冷对。老范的肚子真的是十个月大了。要是不等那个单，我们都发走了哈。是。今天是因为有些朋友加单了，所以今天又弄得比较晚了。现在这个东北辽宁的都要放保温袋。那边冷啊。这个十斤装的保温袋。啊，太好了。上面写的备注了。什么备注啊？我算你的师傅，我又认识。来了。Hello。现在我来贴单。哎，他会去刷今日头条，就欢迎一下他赣南蹄筋。好的。紫苏美女的蹄筋还是很好吃。看看，我们是保质保量。别漏了啊！我还有旁边还有一个摄影师，我的天哪！美颜，那给你拍上去。湖南的。我都没有打开。还有一个福建的，福建是我老爸的。嗯。我老爸在福建刚苦力。是，鸡精蹄筋给他吃。辛苦，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太没用了。啊，拜托你了。你睡一觉。干啥呀？忘不了，明天我给你摆下。紫苏的生活路。麻烦那个大萝卜给我。啊。这个挂好了，发出去了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哦。